啱啱咧有人咧係分享一個情況，係覺得都係困難嘅，啊都有唔開心嘅感覺，會想逃避侍奉啦。原因咧就係、是、啊被服侍者有欺騙或者唔好嘅行為啦。啊咁另外咧就係、是、一齊侍奉嘅人有驕傲啦，令到佢嗰個自卑感又走翻出嚟。咁其實咧侍奉係必然會有呢啲咁樣嘅不同嘅嘢走出嚟，即係。其實凡啲嘢走出嚟咧，係痛苦，但係某程度咧，又係一個祝福，因為呢個機會就俾我哋處理啦。如果冇呢啲事咧，我哋又唔會留意到我哋生命裏面有啲咩問題。咁而有好多人咧係不知覺地，即係就算侍奉人員都係嘅，喺呢種情況咧就不知覺地唔知點樣處理，或者係算啦，唔好理佢啦。即係用一啲。係咁能夠針對嗰樣事情嘅處理方法。咁我講一個最容易做嘅第一步先啦。最容易第一步咧，就係成日掹住神，即係呢個第一步先啦。即係有神嘅喜樂，有神嘅平安。咁呢個喺咩困難都必然得嘅呢個。咁第二咧就係、是、去分辨呢個情況啦。即係第二樣嘢去做就係、是、分辨呢個情況，到底點解我會？受傷害點解唔開心呢？咁第一咧就係有一個服侍被服侍嘅人，佢係講大話或者佢係唔真誠啊咁嘅時候，咁我哋點樣面對咧？咁嗱，其實我想講咧，我面對呢啲情況咧，實際上好多好多次啊，即係幫人而嗰啲人係會唔係真係追求神啦，或者即係追求佢鬆咗就算啦。或者是他的問題他又沒有說出來，即是這種情況我實際見過很多。而同工的傷害呢，即我很深刻印象呢，都有好幾個是比較強烈的，即 我分享這些給大家更加感覺真實，因為有時你聽他說或者不覺得好像那麼真實。我自己來說呢，我就試過是第一就是有同工是背後講閒話啦，而嗰啲閒話又神傳翻俾我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聽到佢點樣唔中意某一樣嘢啊，有啲唔接受啊，咁喺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好辛苦嘅。第一種辛苦就係覺得咧，好困難，即係唔知點算好啦，諗起呢樣嘢就辛苦啦，同埋後來咧見到嗰人唔舒服啦，見到佢又唔舒服。咁呢個係我初期我就係、是、就掹住耶穌喺度不斷呼求耶穌。嗰陣時嚟講，我係有一次嘅經驗，忽然間令我放手嘅。嗰陣時未識得輕鬆得勝嘅，但有一次嘅經驗。嗰次嘅經驗乜嘢呢？因為咧牧師發覺嗰個同工同我有問題，其實佢發覺我有問題，佢見到我唔開心，佢就問我點解唔開心。咁我就講出係因為呢個同工係當面嘅正面嘅。即係面對面嘅一齊開會嗰陣時嘅，咁我就講出，即係因為佢背後講我嘅閒話，所以我就好唔開心。咁牧師嘗試去處理嘅，但係處理咗依然繼續。咁牧師就話：咁不如你哋揾輔導啦。咁咧就介紹我去一個地方咧去揾輔導。咁喺輔導嘅時候咧就個輔導員咧都係好耐性咁聽我哋講啦。咁到後來咧就。有一次咧，佢就指出，佢就話咧，呢個人咧覺得佢好似係我媽，即係佢要監管我。咁佢指出呢個問題嘅存在，即係呢個人咧係好似有種好似要監管我嘅感覺。咁所以佢見到我啲嘢咧，佢覺得唔對路，佢就想去講咁樣，而佢用嘅方式講。咁而有一次咧，就係、是、有一樣嘢發生，就係、是、我就想話請佢唔好向。佢嘅家人，因為佢屋企咧幾個人一齊喺個教堂嘅，就唔好講呢樣嘢，因為我亦都好熟悉佢家人。咁佢當時就否認，佢話冇喺個輔導員面前。咁我翻到去牧師就問我今日輔導點啊咁啊，咁我就話咧我就話我想佢唔好向佢家人講佢即係對於我嘅睇法啊嗰啲咁嘅嘢啦，啲負面嘅嘢啦。咁佢咧。當時就否認。咁呢個牧師係好熟悉呢個同工啊，佢就點講咧？佢話：你冇講咩？
即係好唔不信任咁樣嘅。咁嗰人係完全冇出聲嘅，嗰個唔出聲係好明顯佢係有做，因為其實我係知道佢有做，好明顯我知道有做嘅，因為啊，因為我總之從啊，即係嗰個來源嘅幾個人咧，佢哋即係好似匯報翻俾我聽咁樣嘅啲嘢。咁咧就所以我係聽好多啊，即係聽好多，所以我知道佢係真係有講嘅。咁當個牧師話你冇同嗰人講咩咁，佢即刻無言可答。咁我嗰陣時忽然間我就話，其實佢會用講大話呢個方法，我點解要繼續受佢影響咧？即係點解繼續要受佢嗰種壓迫咧？咁我忽然間就有一種鬆嘅感覺，即係佢都係有問題，咁我點解要受佢傷害咧？即係咁嘅意思啊。咁呢個其實同希伯來聖歌係有類似嘅。即係佢有問題，就係佢都係罪人啦。咁我自己一樣話，我自己都係罪人，我都有做錯地方。佢係罪人，咁佢會傷害，咁我何必受佢影響咧？咁嗱，如果我將謙虛得勝咧，如果再簡化咧，其實基本上係咁嘅，就係你過濾任何俾你嘅任何影響我哋嘅嘢，就分類啦，好嘢同埋從神而嚟嘅，我哋就感激同埋接受；唔好嘢咧，就話俾自己聽，呢個係唔好嘅，呢個會傷害嘅，呢個係人嘅罪性帶嚟嘅。於是咧，我就 turn off， 即係話，即係好似話黐線佬講嘅嘢，我唔使放喺心上。但我又唔係話世人都係黐線佬，但我話世人都係罪人，包括我在內。嗱，一定要加埋呢句喎，唔好話世人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罪人嘅，唔係我嘅啫。咁個個都係罪人，我都係。咁我會傷害人，咁我就小心啦。人會傷害我，我又唔使放喺心上嘅。即係話唔好嘢，我哋分辨到呢個人對我係講嘅嘢都係會容易有唔好嘅，咁我就唔好放喺心上。咁至於點樣唔好放喺心上呢，就要用各樣嘅方法，但係同時要祝福佢喎。即係嗱，譬如用一個例子，好似你嘅情況有一個同工啦，咁我就接受呢個同工咧係有呢種情況嘅，佢有呢種驕傲啦，會傷害人啦。咁我就話佢預咗佢啦。見到佢咧，佢可能又會講呢啲嘢出嚟㗎啦。其實我哋認識嘅人多數都有個 pattern 嘅重複嘅模式。佢係會驕傲，佢即係好容易沙塵啊，即係重複㗎啦。你可以嗰個人一次沙塵，佢唔會一次嘅，佢實會重複嘅。咁我哋就話佢以後沙塵，咁我首先要化解咗佢啲説話。佢話：你睇你做嘢唔得嘅。咁我又會問下自己咯，我係咪做嘢唔得？有咩要改咯？如果要改，咁我哋改啦。如果我都好努力，我又都盡咗我嘅責任，我又去學習，都係做得未夠好，咁我哋就話所求於本階的事，要他有忠心啦。可能咗前書四章二節，我忠心就得啦。同埋咧，愚拙嘅人神都用嘅。同埋如果我愚拙，我咪學咯，我去提升咯。咁即係就因為神嘅方向永遠都唔係你愚拙，所以咧你永遠都係要受傷害，你永遠都要踩低你，即係聖經唔會咁樣樣，永遠都係接納噶嘛。於是我就會話啦，好啦，以後嗰人話我冇用，呢個係佢嘅問題，我係繼續改善緊嘅，我唔使受佢影響。咁但係個心就硬住啊，思想處理，又到情緒處理，到潛意識處理，三個步驟喎。思想處理係最容易嘅。思想處理就話俾自己聽，我唔使受佢嘅傷害，我唔需要。嗱，我個腦認同咗咯喎，佢係會傷害我嘅，我腦認同咗，但係我感覺依然未釋放喎，個感覺咧係唔舒服。咁點算呢？就有幾樣方法。咁我都講過處理情緒咧，第一朝頭早起身係最好嘅，感謝神。一醒嗰下咧係最新鮮嘅，我唔知道用過咩字啊，英文係 fresh。但係佢中文亦叫新鮮，好似好奇怪我哋，即係好似比較清新啊，清新，充滿活力。一起身嗰下咧係清新啲嘅，不過有時有啲人一起身咧，兩三分鐘就已經開始就諗翻啲唔好嘢，又變咗唔清新嘅。但係一起身嗰一陣咧係清新啲嘅，嗰一陣咧即刻話俾你知啦，神愛我，神就睇中我，我係好寶貴，我係可以喜樂，可以感謝神嘅，哈利路亞，哈哈哈哈哈咁樣嚟到開始咧。一起開心嗰下咧，就會容易啲進入，即係有喜樂，即係嗰啲情緒容易啲處理到啊。咁又會將佢抗拒咗嗰啲尋日有嗰啲傷害，咁一路咧就
就奉耶穌名，嗰啲禽兒傷害要離開我，我唔使再諗翻呢啲嘢，啊諗翻都冇用，我可以讚美神，或者自己即係其中一方法就係清身起身嗰陣時候，第二咧就係自己要自己笑啦，哈哈哈哈！咁就有好多好嘅地方，又數算神嘅恩典啦。另外咧就任何嘢令到你清身嘅，即係譬如話啊，你如果你去打完波，你會覺得好似啲嘢忘記啲，或者你去行完山會覺得忘記啲。或者你走去啊食一餐大餐，但你唔好就有啲人就佢係用食嘢咧，不過佢就猛咁食，成日食到肥曬咧，又唔係好。不過你正常咧，我今日我或者我真係好中意食雪糕，我今日食雪糕咧啊，即係你唔好長期靠食雪糕。不過你一次過你係有唔開心咁，你食雪糕行下啊，開心跳下都幾開心啊咁。咁喺個狀況咧開始又感謝神咁樣。或者你總之你覺得你有啲咩你做你開心嘅，或者揾個人傾偈，但係咧你傾嘅時候又唔好講嗰個人嘅閒話，即係最好唔好揾一個同有關嗰、那個，因為同有關嗰你就會影響咗嗰個人對嗰個人睇法，又變咗，因為我哋總有偏差啊嘛，我哋要接受我哋可能會睇錯咗啊嘛，咁即係總之任何方法令到我哋開心而有啦，將嗰啲嘢一路咁灌入嚟，即係啲好嘅嘢成日都充滿神嘅愛、神嘅恩典。和聖靈充滿有幫助，聖靈充滿的狀態，讓我們的情緒恢復正常，還有那個潛意識長期神是愛我的，神看重我的，還有有時呢都有，即總之你想到什麼方法幫到你都是有幫助，其中一個我想到就是幫人都有幫助的，你幫人呢你就會忘記一些東西的，不過如果你幫助那個又是騙你又會做一些好東西呢，不好的事在我們身上又會受影響了，那這樣的情況這個又要學放手了，那其中有些說話我們都可以幫自己的，我不能夠背著全世界人的擔子的， 我不能夠 make sure 每一個人都改了的，有些人是很難改的， 我不能夠等到他改我才開心的，我要放手的，好像我這樣我都幫的人實在很多，其實這個應用同樣在醫學上都是的，都護士醫生都一樣的，護士醫生如果醫人每一次都說哎呀好像他真的慘了，哎呀病得這樣，哎呀好苦啊，這個醫生護士不做了多久了，因為他每一個都是這樣背著呢，是很慘，即人是承擔不到這麼多壓力的，他能夠做的就是他幫完之後他即真心幫他，但做完之後他都要放手，他接受人有生老病死，就好像我這樣我幫人有些接受的非常好啦，啊啊、這位弟兄、啊、兩次釋放祈禱，今天他說很鬆了，即感謝神，即這個恩典、啊、雖然我都會說的，即可能你的問題都未處理完，即都是要處理，所以現在有空有人可以去跟他聊聊天，去幫助他怎樣面對他的他的困難，或者是他幫他的靈命屬靈生命方面，那可能他都會有一天有些軟弱的，那我怎樣去給這個影響，即我都要告訴自己我能夠做到的就是做了，那有些人也是他只是想我跟他做釋放，做完釋放呢他又沒有繼續親近神、有事應該又走回來找我的了、哎、這陣子沒找你，因為又很忙了，今天現在的問題又來了，麻煩你幫我，那我依然說不要緊，我照幫的，我又不會生氣，又不會不用介意，因為是他的問題，即我總之我不要背著他的問題，那這個就是即總之任何方法令到你的情緒能夠得到釋放的就可以都 用得著就用了，就是總之不要用不好的方法，即你不要咒那個人、啊、即那些方法就不是好的方法了，咁另外自卑感啦，咁呢樣嘢又係需要醫治嘅。如果我哋有自卑感，一定要醫治啦。其實我都講俾大家知啦，我細個都係有自卑感嘅。其實我大個都過程都有自卑感，甚至我做咗牧師之後都有自卑感啊。我講一講呢種自卑感嘅情況。其實按照人嚟諗咧，係我哋可以唔使有自卑感，但係人往往係會有自卑感嘅。一細個嗰時咧，冇乜機會講嘢嘅。所以咧，同人講嘢咧，係會有時咧有種喺小學嗰陣時候我冇呢個問題，因為小學咧我係啊，即係成校係成績最好嗰幾個之一嚟嘅，所以喺
同班同學咧，我係好好受歡迎嘅。咁但係個自卑感咧，就係有時喺屋企啊，會被踩低啊，即係有時會不被睇重啊咁樣。咁到中學咧就完全唔同啦。中學咧係即係好多人比我高好多嘅。咁於是咧就有時會有自卑啦，同埋咧同啲同學傾偈嘅時候咧，有時講到半路又會唔講埋落去，因為驚佢哋唔係聽緊我講嘢，即係會有呢種自卑感。咁做咗牧師之後，點解有自卑感呢？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點樣先做得夠好呢？或者有啲人嘅批評又會覺得有自卑呢樣嘢。咁呢樣嘢都係多方面去醫治嘅。第一就是所求於本關要嘅中心，我中心點得啦？第二，我又真係努力改善，有啲咩途徑改善嘅，我哋都盡量去揾。咁大家我都盡量去幫助你哋嘅，即係你喺侍奉有咩嘢啊，有啲咩困難，你都盡量揾我，我係會好真誠地去幫你，讓你唔好俾嘢壓住，同埋點樣提升。咁我亦都咧係好真誠幫人啦，同埋我有機會我有學習啦。咁於是咧，我係侍奉嗰個能力係越嚟提升咗。咁我但係初期嗰陣時係困難。咁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就喺美國啦。咁而嗰陣時咧就咁嘅，係講英文翻譯到中文嘅。嗰陣時就未有一個翻譯員係由講中文，即係我覺得講英文都講到，但係硬係唔講到曬我要講嘅嘢，就硬係講到咧同我以前喺香港咧，我喺香港嗰陣時講到咧，一開始講咧就已經好多學生好中意，嗰陣時喺基督教學講已經好有反應嘅。但去到嗰度咧講英文咧，硬係好似講唔到出嚟。咁咧就即係總之係好多嘅困難，咁但係咧即係一步步就處理啦，同埋我後來我就爭取我一定我係想講中文，咁我就揾啲教友有邊個可以中文翻譯到英文咁，即係揾到，即係我就堅持唔用一個即係教會用開永遠都係佢翻譯嘅，咁我但係咧我決意我唔用佢，即係我唔係一定要俾人困住嘅，即係好似教會佢一定係佢翻譯嘅，但係佢一定係由英文翻譯到中文，佢唔會中文翻譯到英文嘅。咁我就即係呢個都係爭取，即係呢種係 fight for your rights， 即係你嘅權啊，你可以有嘅。即係你個權柄應該可以做得嘅嘢。咁我就爭取呢樣，同埋我有機會學習咩都學習，一路提升啦咁啊。咁呢個一步步咧就越嚟越即係個心裡面就冇咗呢種嘅感覺。咁但係咧有時都會出現嘅。所以最重要我都是覺得聖靈充滿之後呢就會深信神愛我，即是成日宣告話神愛我，神睇重我，神祝福我，我是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我是很寶貴的，這些說話充滿我的心，讓我心裡面是充滿平安喜樂。人家講什麼呢？譬如有時有些人講的說話攻擊，或者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受逼迫，我就告訴自己我都盡力做神喜悅我做的事，所以我不用受傷害，這些來裝滿我的安全感，而不是用不要用負面，即是有些人就會用負面的，即是有些人很喜歡說一些我怎麼厲害啊，我怎麼成功啊，這些是不好的方法來的，用成功來到提升自己 的那個自尊心啊，那個自我形象是健康的，即是用健康的方法，健康的話就是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是寶貴的，而我真的專投入侍奉是神喜歡的，我的而且確幫到更多人，這件事是感謝神的，但是不要作為驕傲，即是不要變成驕傲，而又神都是用緊我，神祝福緊我，這個都是可以提升我們那個自我形象這件事是很小心的，因為一容易過了界就變成我現在厲害了，我現在就變成驕傲，即是就不是這個自我形象健康，而變成驕傲又是另一個問題。驕傲基本上是怎樣呢？其實人本身傾向於是有自卑傾向的，驕傲都是的，驕傲的人其實是自卑，所以他就找這個撐，驕傲的人就找一些東西來到撐，但我們來說是用神的永恆的愛來到讓我們深信我們是寶貴，於是不受影響。咁我哋嘅侍奉咧，亦都用一個角度，就係神祝福我嘅侍奉，神提升我嘅侍奉，我感謝神，神提升我的生命，我有機會祝福更多人，感謝神。咁樣嘅提升就唔係話我依家叻咗，而係話神祝福我，我感謝神，我能夠祝福更多人，感謝神。
咁咧喺呢個過程都會有時有失敗喎，即係點樣咧？譬如話你一次去操練講到啊講得好好啊，第二次講得唔好啊，跟住個自卑感我嘣一聲跌曬落去，咁即刻又要處理咯。我哋都會失敗嘅，唔緊要，神都會紀念我哋嘅失敗，神都會祝福嘅，咁樣即係咁同自己講啊。譬如祈禱，哇，一次好多人經歷聖靈，第二次冇啦，咁又會自卑嘅咯。咁我哋要話俾自己咧，唔係我做到幾多，就算我做得唔夠好都唔緊要嘅，神都喜悅我嘅。即係總係用成日用健康嘅方法、聖經嘅方法嚟到提升我哋嘅自我感覺。好啦，咁下一個問題就係同有啲人相處好唔舒服，咁點咧？呢樣嘢係好難嘅，因為人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如果同成班人都舒服咧，就係開心好多嘅。成班人好舒服，得一個係硬係咧，佢掘住你咧，又會唔舒服嘅。咁呢一個咧係可以話最高嘅考驗之一，就係面對一個你好難頂嘅人，佢又會整蠱你嘅或者驕傲嘅。咁呢個能夠做嘅第一就係、是。即係都係用翻輕鬆得勝嘅方法啦，即係佢分辨佢有問題，但我又祝福佢喎，即係千祈唔好話唔係好似話我同佢劃清界線，係同佢嘅負面嘢劃清界線嘅喎。佢呢個人我一樣要祝福，佢心裏面憐恤佢，一路見到佢嘅時候好驕傲，但其實咧即係心裏面去分辨啦，佢好以為佢好驕傲，但喺神眼中咧神好唔中意，其實佢好可憐嘅，我要祝福佢。但你去到能夠舒服咧？是另一回事嚟嘅，即係話我能夠睇住個人，個人咧喺度啲眼神係唔好睇嘅，但我依然咧就話，其實佢比我更加可憐，因為佢驕傲神唔喜悅嘅，我祝福佢，我憐恤佢，能夠去到呢一步咧係唔容易。不過如果你一睇到佢其實好可憐咧，你又多為祈禱啦，呢件事更加要祈禱就常常釋放我的心靈咧，一路，其中我聖靈充滿一樣嘢做咧，就成日都喺度成日咧。但我未必出聲嘅，謝耶穌。個心裏一路有耶穌真係好啦，有耶穌真係好啦。嗱咁諗喎，有耶穌第一天堂唔會有人咁整你啦。第二，神會咁整我啦。第三，神會為我開路，我祝福更多人啦。所以其實呢個人係可憐嘅，我求神憐憫佢，祝福佢咁樣。即係總之你用盡任何嘅方法，一路佢就算佢做啲咩，我都唔俾佢影響。但是我都會的而且確講，我咪講過一次，有一次有個人，佢咪揾一個牧師同我一起講咧，即係呢個人係有佢啊唔接受聖靈充滿，佢就因為我同嗰個有個牧師係唔接受聖，即係佢同我一起去嗰個聚會，咁佢又我又話我想見下個牧師咁啊，或者安排一啲合作啦，咁即係後來發覺根本唔可能，因為一講到我係做復興，咁呢個人唔接受啦。我都會話嗰一次嘅經驗，佢同嗰個牧師同我一齊傾啦，即係嗰個接受我嗰個牧師傾嘅過程，我係處理到嘅，我唔受影響。個心裏面有啲有冇唔舒服咧，係有嘅。不過我即係話係佢嘅問題，即係我思想我處理到啦，個情緒咧係有些少嘅，但係我又唔會將佢影響我，唔好容佢影響我。神係愛我嘅，神祝福我嘅，咁我就決意唔受佢影響啦。但我一次處理到，同埋我日日面對佢咧係兩回事嚟嘅。如果我日日都同佢合作咧，咁我會唔會選擇係咁咧？我可能會選擇係咁。但有時我哋有啲冇得選擇，即係有啲情況係冇得選擇嘅。第一，譬如你嘅丈夫妻子係咁咧，你冇得選擇嘅。咁嘅時候你日對住佢，唔係不可能，係可以嘅。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可以化辛苦為祝福，但樂趣就不會變成樂趣，你沒理由見到它樂趣，不過你化辛苦為祝福，即是說我一直祝福它以致不辛苦，這樣都是肯定呢你回來這裡會開心一點，即是你回來這裡會開心一點，跟他一起會辛苦一點但有些人你是沒辦法避免的，咁我就會話你盡量喺心裏面處理到一個我唔受佢影響，我可以平安度過，我可以祈禱。但係呢個樣嘢，即係我都講過，我喺個醫院咪試過有個人硬係唔同我招呼嗰個咧，我每次都受佢影響一陣㗎，一陣。
但我已經作曬心理準備。不過我一轉頭咧，感謝耶穌，哈利路亞，有耶穌真好啦。咁我又放手啦，冇乜所謂。但嗰一陣咧，當佢嗰種眼神總係唔望住嗰種眼神咧，係有一種唔舒服嘅感覺。咁但係我一轉身咧，我又話神愛我嘅，唔緊要嘅咁。即係都體恤佢，越體恤佢咪越鬆咯咁。人總係會因為一啲唔愉快嘅嘢咧，係會受一啲影響嘅。即係一個人咁，我哋冇理由會喺佢面前好開心。但如果你話做得到，嗱佢唔接受我都好，係佢嘅問題。我一樣，譬如你帶領敬拜嗰人喺度，我一樣照哈利路亞，哈利路亞笑咁啦。咁呢個係非常高度嘅成熟嚟嘅。咁你可能未係即刻去得到呢個步啊，即係呢樣嘢咧，即係我都會話係非常高度嘅，非常高度嘅成熟。未去得到唔緊要，咁你又恭喜自己咯。咁即係神，我而家咧冇咁受影啊，多謝耶穌。即係總之有任何方法令到你舒服開心嘅，你都做。而同時咧係。好讓你的自卑感受你那個即自卑感再降低，或者總之任何負面的事不要受的影響，這個就是我們能夠做得到多少。這個過程都是會提升我們，事實上我應得得勝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培養出來的一種能力。譬如如果今天我面對的人一路這樣說，或者啱啱我未聚會之前，有個人講啲嘢，令到我係好舒服嘅。我能夠處理嘅程度去到咩程度呢？咁肯定唔係好似初期咁啊，就唔會傷痛到不得了嗰種啦。我係要一譬如面對佢啦，佢講啲好負面嘅嘢。咁我就轉身，我就去讚美神啦，哈利路亞，放鬆曬，哈，即係讓嗰啲唔好唔開心嘅走出嚟，都即係我都會話係人總係會有啲，即係你就好少少啦，都有啲情緒上嘅影響啦。咁你一轉身咧，你即刻就感謝神，就話最緊要就係分辨呢啲唔好嘢，我唔好要，我就要刻意選擇係正面嗰、那個。咁你就試下做下，同埋你同我繼續溝通。咁其實呢個過程咧，又係俾你生命嘅磨練喎，讓你點樣磨練到唔受人影響啊？你自己裡面有安全感啊？呢樣嘢即係更加磨練我哋有安全感，亦都更加去反省自己啦。我自己有冇得有啲做得唔好，或者我點樣更加做得好咧？咁又提升我哋啦。OK， 好，謝先，有冇答到你嘅問題？有冇？因為我性可能我生命處理到我性再唔到咁多，就其實我唔知應該點樣服侍人咧。我都冇明又咪差成咁，不過就係挖到自己啲問題出嚟咁啫。係，因為你挖到問題出嚟嗰下，到底點樣挖到咧？我又要聽下我先知道，即係挖咗啲乜嘢出嚟。自卑感出咗嚟咯，就係、是、如果我生命處理好嘅時候，我唔應該會咁唔開心同埋，因為難唔到我啊嘛。我自卑感和即是說那種受傷害的感覺令到不舒服的感覺是兩回事，同時發生這兩件事、okay. 所以你不斷提升自己自卑感，但不要提升驕傲，即不斷說我是寶貴的，我是重要的，我行神的路，神一定歡喜的、充滿這種正面的，即這個也是有機會讓我們去醫治我們的自卑感。自卑感最容易出的時候，就是當我們做的事做得不好的時候，依然有喜樂，這個就是最困難。即當你做得好的時候，你是就算有自卑你都會很舒服的。即當很多人都說你做得好的時候，那時候就很難得，沒有人說我自己的，沒有人說，有時候人說都會，是啊，人說和自己說，自己不是人說，是自己感覺，是兩樣都會的。自己感覺就需要日日會填滿啦，即係話神嘅眼中唔係睇呢樣嘢嘅，神眼中係睇我哋嘅謙卑啦，我哋感恩啦，我哋有機會服侍啦。但其實喺服侍中裏面係好喜樂嘅，你係咪睇到神好真實？
所以咧係我唔會捨得唔做咯。係啊，我都覺得你咁樣講咧，你就唔需要放低，而係你點樣處理呢個人？其實如果你咁嘅情況，我就覺得你係啊呢個人需唔需要去處理？即係話抑或？我都矛盾啦，係啦，呢一樣嘢咧就或者你個別同我傾下啦，睇下衡量下需唔需要處理，即係因為我哋要判斷呢個人處唔處理係判斷呢個人佢會唔會聽人嘅意見或者聽人處理，因為如果一個人唔接受嘅時候，我哋係真係幫唔到。唔係感覺係我自己，可能我啲感覺係啱，唔係即係我嘅感覺嘅啫嘛，唔係佢嘅問題，唔係我嘅問題。OK， 咁呢個你要分辨。